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主持人勋，欢迎收看今天的电玩宅速配。还在为了没办法去今年的东京电玩展，无缘玩到众多的 S8360 游戏而苦恼吗？没关系，这次我就带你去 X11 电玩大展，里面可是有30多款超夯的游戏随你玩，赶快看看现场有多嗨吧！今年东京电玩展，微软展出一大票 Xbox 360游戏，大家有没有很嗨啊？有没有很想玩呢、啊？想玩的话，那就赶快到 X11 电玩展报道吧。台湾微软在10月21日至10月3日期间，在台北信义新天地香体广场举办一年一度的 X11 电玩展，超过30款在东京电玩展登场的游戏，提供玩家现场试玩。微软把现场规划为 Xbox 360游戏区、Kinect 体感游戏区以及18禁限制级专区，很多都是还没发售的游戏，抢先让玩家试玩，甚至还有 Windows Phone 手机游戏让玩家亲自体验。还在等什么？赶快到 X11 电玩展玩个过瘾吧！